从小到大，我们就在历史课本中听到过不少英雄的故事，像大汉英雄卫青、霍去病就是我们熟知的战士英雄。不过，据2017年秋天投入使用的统编本初中历史教科书，课本中卫青和霍去病这两个历史英雄人物从教科书中被删除了。那为什么这两个人被请出教科书呢？大家都知道，卫青、霍去病是历史上赫赫有名的将军，曾经保家卫国，浴血沙场，是铁骨铮铮的汉子，民族的脊梁。这两个人为大汉立下了汗马功劳，忠心爱国，最后还把他们请出了历史课本。针对好多人的不解，专家也给出了解释，这两个人不能被称之为民族英雄，他们的存在不利于民族团结。中国是多民族的统一大家庭，汉朝时匈奴也是中华民族的一份子，卫青、霍去病的英雄事迹只会影响孩子们的心理。不过对专家的言论，好多人表示不能理解，大家也纷纷说出了自己的看法。用当今的眼光看2000年前的事情合适吗？也有人说应该删除，为了孩子们着想，对此你怎么看？你觉得把卫青、霍去病从教科书中删除的原因是什么？